庆良是代表省分会哈，他是苗栗县智慧的上级长官的，我再次热烈掌声感谢我们上级长官邱良师，那还有我们崇德的各位讲师，崇德各位讲师，各位讲师人才，大家晚安。我们站到这个上天天人师德，我们能够在这里为了灯会，当中就故意来不见面对吧？从来都没有见面的也有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在这个灯会期间，在兔年呢，大家相继在竹南。哦，这竹南呢，还有人不知道，就是讲是以为是新竹县。新竹有竹北，新竹竹南啊，其实竹南是苗栗县最北边边陲的一个很好的地方。啊，这个地方呢，下面想多风想多啦，大家都有领教过了哈。那这个竹南这个地区，就是苗栗县的县长呢，在去年下半年呢，就开始邀请说我们来参加灯会。那这个灯会呢，我们都知道，点灯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的本性光明，让我们的身心自在，让我们的生活安定，让我们的生活的步调要协调。所以在这个人世间最需要的这几个重点里面呢，只有谁做得到？只有每一位道亲有求多人才做得到，对吧？吉祥光明自在稳定，这东西来求修道协修讲办每天要训练的功课。所以在去年我们七月份，我们三教祈福活动，在这个县长呢，他回头一看，他说一看到的道亲服装整齐，而且非常有礼貌，那坐在这个位置上呢，都没有这个率先离开，所以他觉得很感动，所以他肯定一贯道在我们传道这么多年，在教化的功能上面呢，发挥了非常重大的这个作用。所以咱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，讲这个世间无差我一个人修道啦，我们会不会这样想？我只有没有差我一个，所以呢，他也不差他一个，这个社会呢就会乱。所以因为大家都肯定自己，修道是我的责任，办道也是我的责任。修道是50分，但是呢，你修得很好，修得本性光明，但是呢，你很自私，不肯去办道，不肯去行道，你永远只有50分。那呢，所有一切，不管是灯会，不管是祭天，不管是救灾，不管是任何活动，这些活动就是要累积另外的50分。那另外的50分，把它加起来，安尼话者，安尼都100分啦，哈。所以我们今年呢是兔年，又新逢中华民国建国100年。那这个100年呢，他度过我们度掉，还雕完的汤鬼够，我们点团师又把它派在我们的身上，这是我们天上掉下来的福分，安打的灾王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要很感谢天天师的，感谢我们的前贤给我们了验的机会。假如我今天是社会人士，我们会讲，我邱点团师把人派拢派我来，做工的拢派我来，好康我拢无叫。咱修道人就是迄这个三师布道，财师、法师、无畏师。那我们今天在这个灯会所做的就是无畏师的工作，无畏师的功德讲大，你知道？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上，只要有佛堂的建立，只要任何一件这个上天或者社会赋予我们的责任，我们认真去做。做的时候，有钱的人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无力的人，无钱的人要做什么？
出嘴讲好话啦，啊讲啊出嘴讲了，我都嘴含慢，我讲话口才不好，我出什么？出他的笑容给人看，讲啊，伊嘛真欢喜啦，安尼啊，讲袂出用兵来笑出来，好不好？所以现在西方最这个流行的一个哲学就是巴科亚的哲学，所以或许我们大德林前人呢，他从去年开始就叫我们飞行巴科亚。巴科亚让你看吧，巴科亚把上面的四颗牙、下面的四颗牙把它展露出来。哎，为难求啊，求到这么自然的巴科亚一露出来以后呢，哦，就相当自然。啊，你看到伊，你伊嘛笑呢，你看到你。你家己嘛笑伫心肝内，所以这是一个欢喜的了愿工作，这是一个欢喜了愿的一个机会啊，给大家都得到了。动作比我们快，慢决定，然后这个我们登机的整个设置位置，比较慢一点，想说但是后面最快完成，而且做了，让我们真的是刮目相看的。我们今天再给一下我们的一贯大的道清，还有各位八千个花灯啊，八千盏，你点一个灯可以送一个小提灯。好，大家来敬礼就好了，因为我们穿布鞋。三公。好，我再带你们再走，因为走从这边的。好，走从这边。大家。谢谢。这是他们的文化走廊。他们的文化走廊。啊，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。莅临我们一贯道灯区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，感谢县长及我们各位议员，还有我们各位长官莅临我们一贯道。谢谢啊，我这边有，他们在这里。